其实一谈到教育，我想这个都是很难一言去回答的一个问题。但是我想，我就像所有的父亲一样，从有了孩子的那一天开始，就开始了对教育的关注。当一个孩子来到一个家庭之中，他会让我们的父母重新活过一遍，他会看见自己，同时看见父母。不应该只有去复古的，去守旧的，相反的，它应该是前卫的、独特的、现代的、具有未来性的东方。谨慎我们对于自己以及对于家长对于我们的孩子的承诺，如实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能做到的能够去真实的做到，我们做不到的能够真实的去反省。第三个就是深耕，一毫米一毫米的累积，很深的去耕耘我们的课程、我们的教学、我们的教育环境。第四个就是就近，你不重视再自我反省再进步的精神，那么你如何指向你所谓的就近。工坊的学习充满了知与行的合一，可以学习到工坊的最好的精神，就是不侥幸、不苟且，可以很扎扎实实的去做好一件事。我是一个父亲，跟另外一位父亲我们见了面，谈论着他的女儿，也谈论着我的女儿。后来我们决定，我们应该可以走在一起，为我们的这块土地做一些教育的工作。于是乎，我们有了这个培德书院的土地学校，以及我们培德书院的教育馆。我的女儿可以选择一门工坊的课程。我母亲已经报名，她要学那个古琴。我希望我将来可以在这儿学一些书法课。其实，刚才曾校长所说的三代书，对一个家庭而言，我们都在这里可以找到各自的学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氛围，我觉得这是我们可能最希望看到的一种美好的场景。这个资源上面找到了他文化的根，建立了完整的文化主体。教育是因人而异的，也应该是百花齐放的。我们希望培德书院能够给更多的孩子们提供多一种教育的选择。